日前，该县水上乡长林湘婷告访三界村一四七基点，为许多送来新鲜的鸡蛋和康乃馨，让许多人度过一个暖心的母亲节。我特别来到这的时阵，透早来的时阵，拄拄好家拢无咧上课，所以我拢安尼点点啊提两块吼船长，啊船长都敢那个捞迄落鸡蛋，吼大家吃着啊。哎、欸，啊，今仔食嘛，因为吼母亲节要到啊，母亲节要到啊，人拢有斗三工，拢有出力过对无？你看安尼，规个三界埔穿甲抓袂住，水甲互其他县市的人走来咱三界埔，是毋咱是足够的？有啊，啊，所以甲家己拍拖啊，一个好不好？我即摆吼，拢陆续咧写计划，公所遮拢写计划，啊，要来讨钱，就是要互咱的三界埔未来会当愈来愈闹热，愈来愈水。好人知影讲水上乡，莫讲受着讲白花过线尔，以后人啊听着讲来到水上乡就讲啊，一定爱来三界埔，身体顾好，咱的时势才会无烦恼，对无？哎，安尼咱的砖头才会当愈来愈水。三界一四七基点，佮倒入延缓失灵的方案，希望能透过课程，会当优化增加快乐和平衡，提升许多平常时生活执行的能力和活动参与。来告诉你们，不能上来着急，我来吐气，来看头壳。最上乡长林湘婷佮关心时代生活状况，并且亲自送上鸡卵康乃馨和鸡卵糕，向每一个时代表达因的敬意，并且祝福因母亲节快乐。记者黄美佳，关超报道。